咱俩谁也别好。我们可以攒法力留鸡蛋，你能吗？那吸血鬼的电脑是怎么回事？ W 一下，点点，哎呦好疼，点再点，好凶啊，这火拦不到他凶什么东西呀。这个 W 空了很致命啊兄弟们，艾瑟的 W 一定不能空，在前期这个劲敢打，这个劲敢打，干啥呢？哟，这都能打到我！哎呀，杀我，你能杀得了我？勾引一波，别让一箭双雕给我们雕了啊！他特别想杀我，你知道吧？得了，勾引成功。兄弟呀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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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千万别管得近啊。啊，好的，说实话我们家进玩的确实不错，你知道吧，这把我们安心的辅助他其实可以。茅坑回城那能行吗？那我不这不卖队友了吗？你看你这种就经常就卖队友是不是？而是指向目标即将到达的位置，这便是所谓的远程。定，耗我的血，这波其实不太用害怕啊。打不了一下，别往上踩就行啊。飞一下鸟看看有没有人，这波没人就行。我不知道能不能打到死他啊，但是我尽力，好吧，我只能说尽力。这波你这个走位呀、啊，确实是不应该。荣耀的沃利贝尔，受过千刀万枪的巨兽，请让我的人民拥有您狂野的坚韧和您风暴的力量。
全是 AD， 俺们家四个 AD。打不了，不是这人是因为什么？就这旁边连人都没有，就敢如此的放肆呢？他们家火蓝上哪去了？俺们家这 ADC 到底怎么回事？杀那火蓝呢？啊，没关系，给薅着两个二花二，这波血赚。把扫描换了，扫人真难打，不是扫人真难打，是你自己让人给控了，不是扫人难打，明白那意思不？杀耗子，我伤害不一定够啊，估计。那耗子，我感觉我杀不了，我伤害应该不太够。呀，哎，我按在这边，很致命啊，这很致命。装备呢？薅着来了，快走！薅着来了，快走！瞅啥呢？瞅啥呢？兄弟呀，我是回家了。你守塔吧，我回家了。我看能不能给你射一个啊？哎呦！没射中，失败了。你咋的呀？你咋的呀？嗯？这火蓝咋的呀？这赏金猎人又咋的呢？兄弟，你来，我估计那赏金猎人一看呢，一看那样子就是有闪现，你知道。兄弟，这波兵补的简直是给个大拇哥啊！这波兵补的确实是有点好，这波兵补的。
他那个补兵有待提升啊。他们认为我冷漠，而我见过的东西。我可以接差点钱。哎呦！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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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不了。那二十来滴血，跳十滴血，跳不死，没事了。我差点钱呢。我把这药卖了吧呢。这波我给大家预判一个啊，怎么个预判？注意看，不行，这法外狂徒根本打不死人。预判中，哎呦！这都没中。咱就别射了呀，使用平 A 呀，这一个 A 接个 Q 不死了吗？据我所知，女枪应该是挂了。兜儿，你挑战了寒冰血脉，死亡是唯一的结局。我从不手抖。薅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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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行，这打不过呀，这薅着有点肥呀，没视野没视野没视野，哎，都不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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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点人吧，兄弟们呐。这一波呢，得三速海，这一波。射晚了，射慢了。回头一个 W 接平 A， 我还 W 接平 A 呢，他平 A 出手速度比我快。我就是他，他就是我。这把看来得我们 C 了，兄弟们，队友是靠不住了。这把后悔了，没出女神之泪，搞个女神之泪就好了。他有闪吗？一看这就是有闪现吗？好，450。
那蓝枪到底在干嘛呀？能不能有点用啊？这全是残血呀，兄弟呀！给你们来个香炉了，行不行？哎，我那啥呢？我香炉呢？这儿呢？杀不了你，可以接受。我出身贫寒，和所有弗雷尔卓德人一样。哎呦我操！哎。小法师可也不起啊，烧吧，烧啥呀烧。兄弟，我都把他射中了，你都没有射死他。咱还能再歪一点吗？啊，咱们还能不能再歪一点儿，兄弟？这都能没死，我打你妈个蛋！啊！哎，得了，还他妈让人给反杀了还。他死了还给了个凯旋，还打不死，哎呦我真是吐了，也难玩了。千块呀、啊！谁来军带水了？就他来军带水。就他来军戴瑞啊？谁来军戴瑞啊？谁？花沙兄弟，那你不能指望一个辅助有多高的伤害吧？咱毕竟也是个功能型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我要蓄蓄高，我们玩个蛮子，我给你整狗头人多好啊！你往哪跑？我看看。贴脸大，把红打了。快往这边走！那薅着过来了，赶紧跑！那薅着过来了，快跑啊！快跑，快跑！
没救下来，兄弟。不行了，守不住了，没有队友了，那蓝枪就刷野呀。我一进来，猴哥哥就逆风啊！哦，我的粉丝妹妹啊，不对，我的粉丝弟。